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早安！欢迎来到我们2021年最后的一个主日崇拜。让我们安静我们的身心灵，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有天上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的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请弟兄姊妹们起立，我们同唱崇拜圣诗，赞美耶稣。Amen.
传扬他无比的大爱，赞美赞美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哦，主耶稣，我们实在要赞美你的圣名。当我们今年又再能够庆祝主的降生，领到人间做我们生命的王，做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实在要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又在赞美你，我们要赞美不尽的赞美你，因为你永永远远都是我们生命的王。当我们在这个时代面对艰难挑战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你是我们生命的王，你掌管我们的生命。主啊，当邪恶的势力来攻击我们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你掌管一切。哦，主啊，我们要赞美你。当我们今年2021年来到年底的时候，我们今天是最后一个主日，我们真的要一起来赞美你，因为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我们还能够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这就是非常宝贵的恩典，是你奇妙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彰显，我们才能够来赞美你。所以求主的帮助，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好好的，在今天最后一个主日中，纪念我们生命的王的复活的日子中，能够真的一起把最大的荣耀归给神。谢谢主，你为我们降生，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第三天复活，带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哦，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承认在过去一年里，我们在所做所思所想所讲的一切事情上，都多多的得罪了你，又得罪了人，得罪了自己。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你十字架上的宝血，圣宝血再一次来洗净我们，好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洁净，我们的灵能够在你面前蒙你悦纳，能够真的得到你数天来的祝福平安，满满的充满我们的心。哦，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再一次赦免我们，在这个年底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面前再一次蒙你的怜悯，
蒙你的恩惠，我们要感谢你。我们就将我们身心灵完全交托给你，帮助我们在前面的一年，即将要进入的2022年，真的能够更加完全的仰望你。主啊，帮助我们不要得罪你，你用圣灵来恩膏我们，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能够为主而活，蛮有能力的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因为有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同在，我们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是属主的人，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哦，主啊，你带领我们前面的一年，2022年，帮助我们真的谦谦卑卑在主的面前，知道怎样数算我们的年日。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年日如何，我们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必如何，因为我们是依靠主的人。主上帝，求你祝福我们众兄弟姐妹们，帮助我们第一教会的众兄弟姐妹能够爱主爱人，能够为主的福音，为主的救恩，为我们生命的王做荣耀的见证。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再一次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今年看到有很多在艰难中的家庭，在伤痛中的家庭，在病痛中的家庭的时候，哦，主啊，求你领导他们，安慰他们，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有加倍的力量来去面对一切的挑战。哦，主啊，我们为着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去，甚至还更加严重的来打击我们在这里夏威夷的人民，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这个大地在过去的一个礼拜中，每天都有千多两千宗的这个病例。主啊，我们是在求主怜悯。主啊，我们世人是在你在教导我们，我们算什么？我们只不过是人，再聪明也是一样，不能够面对这个邪恶势力的攻击。求主就帮助我们，真的紧紧的依靠主。你是充满怜悯的主，你是赦免我们罪的主，你必定会帮助我们来到主面前，谦卑仰望主的人。主啊，求你医治大地，我们为着反被这个疫情感染的，主啊，求你医治他们，无论是在医院是在家里，主啊，医治他们。有一些失去生命的，求你安慰他们家中的人。主啊，有一些也是因着其他的病痛离开世界的，无论是长辈是兄弟姐妹，求主继续安慰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但愿这个主耶稣基督降生的平安夜的信息，主的平安真的临到他们的心中，对他们说，愿你们都平安。因为主已经来到世界为我们受苦了，我们为我们受尽了苦难，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痛苦，要带给我们有真平安，就是心灵的平安。主啊，求你这样来赐给我们的众兄弟姐妹们。我们也将世界各地受这个疫情影响的，主啊，求你亲自来怜悯。我们祷告了又在祷告，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必定会垂听，你会照你最美好的旨意和时间来成就你的美意在人间，让主的名得荣耀。我们这个时刻也特别为着世界各地不单只受到疫情的这个灾害我们也想念到还有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子民面对水灾、风灾种种其他的天灾人祸临到他们当中。求主你亲自来怜悯，你亲自来拯救这些的灾民，无论是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面对大水灾的面对大风灾的，或者是在欧洲或者是在美国大陆或者是在非洲各地，主啊，你都知道。我们求主亲自来怜悯。主啊，谢谢主。我们这个时刻也特别为着我们教会前面一年的要面对的一年的新的一年2022年一切的事工都完全的交托。我们谢谢你一年来带领我们，2021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经过网线上，经过空中来服侍大家，接着广播，接着电话的祷告视频等等，能够来安慰大家。主啊，前面的一年我们不知道
明天会如何，但是主你知道，你所给的是最好的，你给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必如何。所以求主肯定我们的信心，我们前面教会的工作，求你继续帮助众同工们有聪明智慧怎样来做决定。我们知识同工还有领袖们都决定，下个礼拜我们不能够再重开，我们不能够再重开啊，暂时又要关闭这个实体的崇拜，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个人在家中都平平安安的用渴慕的心来敬拜你，在主的面前同心合意来敬拜赞美主。主啊，谢谢你这个四个礼拜来我们的实体崇拜都蒙主赐福，我们相信我们经过空中网线上的崇拜带到个人家中也一样蒙主赐福。感谢赞美主，我们就将我们教会前面一切的计划一切的进展都交托在你手中，求主怜悯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今天年满感恩的主日崇拜，让我们充满感恩的心在主面前继续来敬拜你，将荣耀归给你，继续用谦卑的心领受主的话。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怜悯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们请坐，下面让我们用起应的方式诵读今天的经文，诗篇第111篇1-10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政治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设起誓，使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常理正直的。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人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请牧师正道。谢谢永明弟兄带领我们一起来读了主的话。在主的爱里面问候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啊，圣诞快乐，平安，你们平安吗？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弟兄姐妹虽然今天不多到教会来，但是大家都平安，实在是主的恩典，是主给我们的力量来面对这个艰难的挑战。我们大家都知道教会重开在12月份第一个主日，重开实体敬拜以来呢，今天是第四个主日，12月份最后一个主日，也是2021年最后一个主日。下个礼拜是新年了，但是呢，我们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教会的执事领袖们大家一起经过祷告商讨思想，也
询问过医生的意见，我们最后决定，我们下个礼拜又要暂时关闭了，又要暂时暂停这个实体的崇拜。今天我看到还有几十个人啊来做礼拜，我们感谢主。但是有很多前两个礼拜都有来的，但是他们都在这个礼拜选择在家里敬拜了啊，因为这个疫情的严重啊，实在是为了爱大家、保护大家，大家不要来更平安啊。所以呢，这个世代爱人呢，不一定要见面的啊。我们经过网线上、经过视频、经过手机，都能够关心人、关爱人、爱我们的兄弟姐妹啊。所以呢，下个礼拜我们教会已经决定说会暂停，等下永明弟兄会再向大家报告。那么到几时再重开呢？不知道。现在的日子真的是不知道，明天如何都不知道啊。所以呢，我们就看我们的情况进展到怎样，大家都安全了、都平安了，我们又再会，希望很快的就重开，不会再关很久啊。像我们过去一年多、两年来都差不多啊，是啊暂停实体的崇拜啊。但是呢，这一次希望很快就过去，因为大家都打了疫苗。但是不是疫苗不疫苗的问题，但是有主的同在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就要顺服。那么在今天，这个年满最后一个主日中呢，啊，我跟师母在这里啊，特别要谢谢大家过去一年来为我们啊的服事来祷告。啊，我们教会虽然大部分的时间不能够有具体的啊崇拜，有这个实体的崇拜，但是呢，都得到大家啊一起的支持，经过电话、经过视频、经过网线啊，帮忙分发给大家我们每天的祷告查经资料啊，还有呢，我们也经过电话来一起服事大家啊，实在谢谢你们，为师母和我过去一年的带导支持。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要特别啊要啊恭喜大家啊，能够在今年能够有平安来度过圣诞，也更加的有健康来进入2022年新的一年。那么在今天呢，我要特别谢谢就是我们的同工们啊，在过去一年来啊，尤其是在上面啊帮我们啊怎么呢发出这些的直播崇拜的啊，英丽弟兄，还有天虹弟兄，还有谢辉弟兄，还有智慧弟兄等等啊，帮忙在上面啊来去做这个这个直播的啊工作啊，无论是电脑是这个什么呢这个音响等等，我们看到呢都谢谢你们大家。还有我们的敬拜小组、敬拜团在前面啊，常常帮助我们一起来敬拜啊，有周医生，有 Billy 弟兄啊，还有呢我们的永明弟兄啊，还有Tiger 弟兄今天没有来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同工啊，常常每个礼拜虽然我们没有实体崇拜，但是他们都常常关心我们，我们要感谢主一起来做这个工作。那么在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年底的主日崇拜中呢，我们就要一起用感恩的心来思想神的话，知道在过去的这一两年来艰难的日子中，我们的主是行奇事大能的主。所以今天我要与大家一起来什么呢，一起来看这篇的诗篇神的话，诗篇111篇1到10节。我们来看一个主题，就是什么呢？行奇事大能的主，在我们充满艰难的时代中，能够见证到神的奇事大能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们来特别看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是第四节的经文。刚才我们的永明弟兄已经带我们读完了这四节的经文，但是我们再来看第四节主题经文讲什么呢？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我们再来读一次，再来大家同声来背诵这节的经文，诗篇111篇3:1啊，第四节，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阿们，这是神的话。我们的主是在有恩惠有怜悯，但愿我们都能够得到安慰。阿们。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谢谢你又有恩惠又有怜悯，每一天随着我们，不曾离开过我们。求你就帮助我们，每一天借着依靠你，都能够见证到你的奇事大能在我们生命中。求你借着这诗篇111篇向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圣名，阿门。那弟兄姐妹，基督徒是神大能的神的子民。如果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我们就是大能的子民，是不是？有大能的子民，为什么呢？因为是神的子民。是谁生了你和生了我呢？刚刚过了圣诞节，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圣诞节是什么节日呢？大家都知道，圣诞节是耶稣的生日。刚刚我的有一个孙啊，这是老三女儿啊，诗琳，她的孩子 Abraham， 他名字，他就祝阿公阿妈啊，祝我们公公婆婆生日的时候，在视频里面呢，就祝这个全家人啊，这个 Merry Christmas， 恭祝大家什么圣诞快乐啊，圣诞快乐。他就在那边，我们一起听完了我们女儿的弹这个钢琴之后呢，他在那边坐着，他就讲呢 ，Merry Christmas， Happy Birthday to Jesus。他讲啊，哇，我讲是，今天是 Happy Birthday to Jesus， 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了。降生为人，他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我们看到小孩很小啊，今天在这里我看到也有一个小孩以诺也坐在那边啊，来听主的道。那以诺才很小，才六七岁啊，但是呢他也是主所爱的小孩，他是神大能的神的子民的小孩，他有主耶稣大能的救主在他的身上。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实在是庆祝了耶稣基督的 Happy Birthday， 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主今天实在是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所以在这篇的诗篇里呢，是这篇的诗篇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成为神大能的子民，我们就要什么呢？继续不断依靠神，这位行奇事大能的神，在生命中经历他奇妙的作为。所以2021年来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当然我们都回顾我们过去的一年，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怎样完成了他大能的作为。这过去的一两年，2020年、2021年，是世界上其中两年最多人死了的，最多的人死了，失去生命的。最多的人是因为不能够呼吸，肺部感染这个新冠病毒而去世的。我们也看到无论是老少都面对这个问题，甚至我们自己的家人都有因着这个新冠病毒而离开世界的。我跟师母的家人也有亲戚，有家人，有嫂嫂因为这个新冠病毒而不能够呼吸，最后回天家了。我们看到这两年来是我们世人所面对最苦最苦的其中的两年。当然这个世界都是苦的，人犯了罪以后没有说不苦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都是充满苦难，但是这两年来让我们真的经历到什么叫做心灵的苦，那种的压力。我们感谢主，借着这个诗篇安慰我们，在苦难中能够经历到大能的神在我们当中彰显他的奇事大能的作为。我们特别来这里看到第一到第三节，诗人在这里讲什么呢？第一到第三节的经文，诗人在这里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政治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第二节，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
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弟兄姐妹，当时的诗人写这诗篇的时候，他们也是在他们的生命中，以色列民大家都知道是不断经历很多苦的一个子民，不断经历仇敌的攻击，在苦难中的过来人。所以呢，诗人在这里就时刻的来提醒神的子民，当时的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子民，要在一切的苦难中记得什么呢？赞美神。我们犯了罪的人受苦，就是因为罪所带来的，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罪的工价就是苦难，就是死。但是感谢神，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怜悯，是爱我们罪人的神。所以在这里，诗人就提醒神的子民，神大能的子民，大能神的子民，就是要成为神大能的子民。最重要就是呢，不要忘记赞美神。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政治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这就是你和我今天做基督徒信了主耶稣之后所应该要有的心智。为什么我们要永远不断地赞美耶和华呢？因为在软弱中，在痛苦中，主上帝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我们昨天才是庆祝了圣诞节，庆祝圣诞节，我们每年圣诞节都在唱什么呢？以马内利，我们的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呢，在我们苦难当中，在我们面对这种种的挑战中，我们知道我们有以马内利的主与我们同在，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诗人在这里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赞美耶和华，成为大能的子民。神行了奇事大能在我们当中，保守看顾着我们，我们不可以忘记，要赞美他，要赞美他，要一心称谢耶和华的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里诗人说要一心称谢耶和华。一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次赞美主的时候，不要忘记你是从心里面唱出来的。当我们今天站起来一起唱敬堂诗的时候，我们唱崇拜圣诗的时候，我们说赞美赞美，救主耶稣我们的啊，主赞美赞美耶稣我们的生命主啊。那首歌刚才开始唱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主呢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唱这个赞美诗的时候，要从心里面唱出来，来赞美他，要一心一心称谢主，不要只是口唱，但是要从心里面唱出来。每一次当我们赞美主的时候，你是在心里面数算主的恩典。弟兄姐妹，在我们来到这个年底的最后一个主日崇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赞美主？乃是因为在近年来主看顾了你和我，让我们都能够平安。你为什么要赞美主？你为什么要唱诗来荣耀主的名？因为是荣耀的救主在保守着我们的生命，他拯救了我们，他医治了我们。所以呢，每一次当我们唱赞美诗来赞美主的时候，要记得在心里面数算主的恩典。千万不要为唱歌来唱歌，不要，主不喜悦。虽然我们的歌声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要从心里面唱出来。其实我们教会在这一次重开有实体崇拜的时候，我们的有一些同工认为呢，可能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不要唱歌很大声。他说啊，唱歌很大声呢，啊，怕有这个病菌会彼此的什么呢？感染到，因为我们看不见啊，经过口气唱歌的时候会
散播到一些的病菌，所以呢不鼓励大家唱歌。但是最后大家还是说不唱歌，最少我们戴着脸罩口罩，我们从心里面还能够唱出来，还能够不开口唱，但是心里面的歌声还是嘹亮的可以那没有口水出了这样哈。所以呢我们最重要唱歌是什么呢？是从心里面唱出来，要来赞美主。这个就是这两年来呢教会不能够重开，不能够实体崇拜的时候教导我们的。每一次赞美主最重要是主是看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来赞美他，因为我们的心在述算主的恩典。今天当我们来到这个2021年最后的一个主日，你和我都要好好的在主面前述算主的恩典，好让我们从心灵的深处真的真的要来赞美他。在这里第二节主的话，诗人在这里说，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我们看到当我们考察神的手，奇妙的手在保护带领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真的充满感恩，充满赞美。他所行的是尊荣和伟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所以在这样的艰难的日子中，我们就真的看到主的公义主的圣洁，主的伟严临到人间，在教导我们人，世人啊，你们算什么？我们实在是需要主，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所以呢，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来掌管、来带领、来看顾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但愿我们在这诗篇这个赞美神奇妙的大能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好的思想我们自己生命在过去的这一年来所领受的一切主奇妙的工作。在这里诗人接下去从第四节，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这里第四节到第八节，他就讲到什么呢？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他怎样行奇事呢？他是两事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业。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乃是以我们立了业。什么业呢？生命的业。他要拯救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有永生，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有新的生命，这就是永业。主耶稣以你以我立了生命的业，所以他必然会看顾我们。所以在这个第二点很重要的，接下去诗人所说的，我们为什么要述算主的恩典？因为当我们述算主恩典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所行的大事，我们就能够纪念他所行的奇事，好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真的是蒙恩典蒙怜悯的人。他怎样赐给我们每一天的需要，他在这里说呢，他是粮食给敬畏他的人，就是每一天我们的需要主都供应给我们，无论环境多艰难，主都看过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要感谢主。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第六节讲什么呢？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第七节，他手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都是切实的。第八节说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政治设立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来述算到我们生命中从主而来的一切恩典，主怎样拯救了我们的生命，以我们的生命立了生命的业，给我们有真平安，有生命中一切所需要的，这就是
神所行的启示和大能。在这里特别第五节他说，神的大能是经过我们每一天的需要，神的供应，神的供应。在这里特别我要提到弟兄姐妹们，在过去的这一两年来，我们是在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叫我们为他们祷告，因为这个疫情他们不能够上班，因为这个疫情他们的工作也少了很多，所以呢在生活上有很多的需要，我们特别为他们要祷告纪念他们。当我们祷告看到神的带领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很奇妙，有很多就跟我们讲，牧师啊，很感恩啊，虽然看起来这个情况很艰难，夏威夷的情况好像是大家都不能够自由的活动，但是呢我的工作还很稳定啊，有祷告依靠主，很奇妙的，还很多的人来联络我啊，需要啊我来去啊服侍他们等等，来帮助他们，所以他的生活各方面都蒙神自己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情况可以很艰难，但是呢有在神的手中，神所行的是奇妙的大事，他供应我们每一天生活上所需要的。所以这也教导我们什么呢？实在是你和我今天信主的人啊，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祷告啊。看起来好像每一天工作是自然的，我们都有的啊，每一天都有饭吃是好像很自然的，但是不是啊，我们每一天能够起来有饭吃，有健康，有需要，都是神信实的供应啊。所以这样好像这里诗人所讲的，他是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业。这是当时以色列民所面对的特别的情况，在艰难的时候他们真的完全的仰望神。以色列民是一个很在圣经里面你看到他们所经历的是经历到很奇妙的一个经历的子民啊，他们怎样蒙神的拯救带领，从哪里出来呢？从埃及地为奴之地出来。他们在埃及地做了400年的奴仆，过奴仆的生活，没有自由啊。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是神奇妙的作为，神经过10个大灾难领到埃及法老王的身上和他的子民，最后呢才放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民出来。所以以色列民神的子民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奇妙的神怎样在他们的当中行启示，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实在是他们非常明白的，但是常常会忘记啊。所以当时诗人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呢，就提醒他们，当我们敬畏他的时候，依靠他，我们就会看到是神，他必定会供应我们生活上一切的需要。那生活上一切的需要啊，每一天的饮食啊，都会供应我们，他必永永远远纪念他的业啊。所以这也教导我们世世代代的基督徒，我们认识主的人，我们是在每一天都要祷告，每一天都要祷告啊。在过去的这一两年来，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在很苦的日子度过，我们每一天有健康能够呼吸，感觉到没有什么困难，呼吸很健康，我们就要感恩，每一天都要感恩，要依靠主。我们每一口气吸进去呼出来都是主的恩典，所以呢这就是你和我所要学习的功课。在当时的以色列民，我们看到他们啊面对着种种的敌人的攻击的时候啊，是他们继续不断要学习的。在当时的这个时代中，你看到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的生活多少年呢？40年。40年，神怎样供应他们的需要呢？每一天从天上降下玛纳来，天上降下粮食给他们，四十年，不是4年，是40年。40年，你可以看到啊，他们一代、第二代的又出事了，在旷野出事，
他们一出世这些 baby 都是吃玛纳长大的，吃玛纳长大的，每一天有玛纳降下来，对他们来讲好像很平常，早上就出去一定有玛纳神供应的。所以有很多的子民呢，在腹中不知腹，就开始常常每一天吃玛纳。他说啊，我们想吃肉啊，他们就发怨言了，向主发怨言，主就给他们很多很多他们在软弱中的一切怜悯临到他们的身上。主没有说因为他们埋怨神而不供应他们，主还是把玛纳降下来。但是他们想吃肉，他们埋怨摩西，摩西就求主怜悯啊，主说我不要这个子民，我要把他们消灭掉，然后呢要拣选你的子民啊来做我的子民。但是摩西为以色列民祷告，神就赦免他们啊，没有消灭他们，最后还让他们继续存活，活下去，到下一代能够继续经历神的奇妙的作为。所以在软弱中，你看我们的神实在是充满恩惠和怜悯的。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你和我蒙主拯救，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每一天活在神的看顾里面，我们都要感恩啊。2021年实在是靠主的恩典度过的。你不要以为你自然就会有饭吃，你不要以为你自然就有健康，你不要以为你自然就会呼吸，你不要以为你自然就能够上课读书，一切都是要靠主的恩典。所以呢，这就是以色列民在旷野四十年里面所学到的，今天也是我们所要继续学习的，也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信了主以后是最有福的人，我们凡事可以依靠他来胜过一切的挑战。所以今天我们要数算主的恩典，乃是因为我们常常有这些的软弱，会忘记主的恩典。那么我们这样的活在主的面前，每一天数算主恩，纪念主的大能的时候，主大能的作为启示发生在我们生命的旅途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最后在这里圣经讲的最后的两节说什么呢？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业直到永远，他的名甚而可畏。然后最后一节说什么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这最后一节，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阿们，是真的，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因为他永远爱我们，他的心思存到永远。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来数算主的恩典，常常知道感恩，知道来赞美他的时候，你就真的知道怎样过一个智慧的人生。所以这篇的诗篇，诗人到了最后一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是你和我所要学习的。做智慧的人不容易啊，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到邪恶的时代中，我们要做智慧的人，凡事顺服神不容易，不容易。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操练自己，能够过敬畏神的生活，好让我们继续的不断在智慧人生的道路上成长。这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开端刚刚开始。当你有敬畏耶和华的心的时候呢，你就会在智慧人生的道路上开始建立你智慧的生命，你智慧的生命就能够活出主的荣耀，能够经历到主的恩典，主的大能，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了又在成长。所以在这里，什么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呢？就是凡遵行他命令的。我们要有智慧，就是这艰难的日子中，我们知道我们遵行他的命令，我们就是真的是聪明人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聪明人，我们不要做愚拙人。怎样才能够真的有智慧有聪明呢？就是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凡事要听主的话，主的话命令我们，
主的话教导我们，我们要完全的顺服他。感谢主，有主的话成为我们智慧生命的源头，我们就能够继续不断的，不单只停留在开端上，我们能够继续的成长。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有了好的开端，我们就会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所以巴不得我们来到这个年底的时候，我们数算主恩，我们成为智慧人，过敬畏神的生活，凡事来赞美他，成为大能的神的大能的子民，来赞美他，来荣耀他的名，能够在一切事情上敬畏他，过智慧的人生，做聪明人，这样呢，耶和华就永永远远必定会被赞美，被高举。所以在这里最后，诗人说，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成为赞美的生命，永永远远在神的家中来赞美神。这就是得胜的子民，大能的子民所有的这个生命的见证，永永远远赞美神。讲到这里呢，在结束的时候，我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基督徒是大能的子民，有永远的盼望，有永恒的盼望。就算死亡来到，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是属主的人，我们是永永远远成为主大能的子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死了就进到永生，在永生的国度里面，永远在主的家中赞美神。这是我们大能子民所拥有的盼望，巴不得我们都得着这个盼望，真的成为智慧人，永永远远赞美神。你如果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在神家中，永永远远的家中，每一天都会在赞美神。为什么呢？每一天你都会看见神所行的启示，神奇妙的作为，而赞美他。再一次，我们赞美神是从心里面发出赞美他的，不是单单口里面赞美。所以巴不得我们成为充满赞美的子民，能够将荣耀归给神。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拯救了我们的生命，你要使用我们成为赞美你的子民。当我们2021年来到年底最后一个主日中的时候，你教导我们要述算你的恩典。我们今天真的还活着在你的面前，我们就要继续不断地向你感恩，向你赞美，将最大的荣耀归给你。主啊，你赦免我们过去一切的软弱，如果我们在过去不够向你感恩，不够赞美你，求主怜悯赦免我们，让我们在前面的一年能够真的每一天过着充满感恩赞美的生活，将荣耀归给神，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请弟兄姊妹们起立，我们同唱回应圣诗最伟大信息。信息从古传至今，最伟大信息始终说不尽，最伟大信息都该唱不停，来世我们父神必能拯救你，主耶稣实在能拯救你，主耶稣你的一切罪恶
最伟大信心传出我们快传此福音与个罪人听愿望主赦罪医治你疾病因为我们父神必然拯救你主耶稣死在人拯救你主耶稣拯救你请坐下面是奉献的时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的奉献箱摆在了我们正堂的入口处请把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奉献就请投入到那个奉献箱里还有你可以把你的奉献邮寄到教会的地址在我们的大屏幕上或者你可以在教会的网站上我们有电子网络奉献点击了一个奉献的一个按钮你就可以进入那个页面可以通过各种那个 online 的这一个方式进行奉献作为教会的事工所用让我们为我们的奉献献上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又平安的保守带领我们度过了一年在这岁末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记住你所说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主啊我们在这个全球疫情蔓延的时刻我们特别的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带领我们保护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健康和他们的家人有平安主啊我们特别将你赐给我们的一部分献上作为事工所用求主悦纳这样不配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请弟兄姊妹们起立我们同唱三一颂主所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这个年满的主日要结束的时候但愿我们都能够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用信心领受主的祝福带着主的祝福满满的往前面走进入新的一年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但愿耶和华神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神使他的脸光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神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愿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亲自与众兄弟姐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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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请你站起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们好好欢迎你。你的姓名和从哪里来？你好，我是 Paul。我们全家从加州来这边玩，然后今天来这边聚会，谢谢。我们欢迎你，我们的 Paul 和他的家人从加州来的。我们也欢迎我们丽丽姊妹的儿子 Dan 在这个 Winter Break 回到我们教会里和我们一起敬拜。好，让我们一起来唱欢迎歌。欢迎你们参加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下面有几个报告的事项，就是我们非常遗憾，因为最近那个疫情的缘故，我们在下一个主日不得不又关闭我们这个教会，但是我们的网络敬拜继续进行。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因为这个新的疫情的缘故变种，这个疫情传播得非常快。再加上是节假日期间，很多的这个 party 啊，或者走亲访友 gathering， 我们今天是好像已经创纪录了。今天报告的疫情的消息就是两天之前的检测的结果，所以我们这个一般的报告疫情有多少是延后两天报告。今天是星期天报告的，就是星期五的检测结果，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有2200多例在全州范围内。我们今天这个岛上呢是1800多例，这个是非常高，特别是如果你在这个期间有聚会或者要去参加一些 party， 最好是做好自己的防护。疫情最传播最快的就是在 party 中呢，大家互相靠得非常近，聊天呀，讲一些笑话呀，这也一起用餐，这样的时候就是我们讲。不太恰当讲是口无遮拦，互相之间距离非常近，这样传播的是非常快，所以特别注意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因为下面马上又是新年元旦，就有很多的聚会，所以请大家还是非常小心呀。特别是你去的聚会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和什么人聚会，大家都互相彼此非常了解，知道你所接触的是什么样的人呀。还有一个就是所以我们下一个星期开始又是教会又关闭了，我们没有实体崇拜，请大家在祷告中彼此纪念。然后下面是我们的下一个星期的每日的灵修经文，请我们的弟兄放在屏幕上，然后我们虽然在自己的家中，让我们继续的每日读经，继续的搞我们的。在我们有家庭敬拜、阅读圣经、向神祷告，特别是在这过去的两年，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疫情改变了几乎所有的人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方式。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的要需要弟兄姊妹们互相关心，去你所认识的、你所挂念的人，就请你打电话，不能去探望他们，就请弟兄姊妹们互相打电话，互相问候。好，报告就到这里。牧师还有什么补充吗？还有一个是永明弟兄忘记了，那今天的鲜花呢，是永明弟兄夫妇啊他们所献的，他不好意思报告，因为是自己献的鲜花，谢谢他们啊，神祝福。好，我们默祷散会。